寻德慈善会和我们的快乐爱心义工队地缘来帮我们做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在这里的话，我们大家鼓掌欢迎这两位单位。感谢你们为我们在母亲节的前夕带来这些活动，也感恩你们就是说帮我们带来物资让我们的孩子们享用。那在这里的话，我们预祝就是整个活动的话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欣赏快乐的表演。那现在的话，我们先请主任致辞。怎么样啊？首先代表诚信爱心家园，感谢今天莅临本家园的快乐爱心义工队，还有台湾寻德慈善会。我们的孩子，我虽然说是孩子，可是他们其实都是成人。我们是收容15岁到65岁的智能障碍的个案。他们在这边。其实很多虽然有家属，可是家属的支持度都不高，很难得来看他们一趟，更别说有什么母亲节的活的，他们对这方面的期待更是没有办法。那真的很感谢你们来为他们做这个活动。那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客。然后很喜欢表演，所以等一下他们有三个表演节目，应该会很精彩。因为我们的孩子出去外面表演，常常都会得奖回来。哎，他们跳舞的，他们跳舞的能力都还不错。那等一下就也请来宾好好欣赏他们的舞蹈。请代表诚信爱心家园，谢谢各位贵宾，谢谢。好，谢谢主任。好，那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的第一阶段的主持人朱儿小姐。